今天到西安了，必须得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。你看这个灰厚的，给这货洗个澡。到饭点了啊，按时吃饭。开碟，开碟，买了一个羊肉泡馍，辣子酱，比较精致啊。这是一个鸡蛋香肠饼。配打扫卫生只搞了一半，一会儿再继续弄。这泡馍20，这个饼5块。这是个糖蒜，40多天没来，必须得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。辣酱放多了，咸得很。这泡馍煮得很一般，吃完嘴上没油。